国际最新消息带您聚焦联合国大会最新决议，以历史性压倒票数谴责俄罗斯非法并吞乌克兰领土。这次投票针对俄罗斯兼并乌克兰四大州，包含赫尔松、卢甘斯克、顿内茨克和扎波罗热，表达不满。有143国赞成，5国反对通过决议。美国跟英国口径一致，表示俄罗斯在战场上跟联合国都失败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有部分国家像是伊拉克、摩洛哥还有孟加拉，则是转向挺乌克兰，而35国投下弃票权的还有普京盟友中国大陆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